张吗？还好，紧张是还好，就希望可以顺利。冲落下的雨水滑落了你的眼，你哭诉着说男人都只爱你的脸。还好那冷风刺骨，神来一点提醒着我，活该是个听你诉苦的备胎。第二次见面，对，第二次。我记得我第一次问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说，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为什么你讲话都不用换气？因为我们可以靠剪辑。因为靠剪辑。有的钱。那些男朋友的钱，你就是要想要配合假发笑脸。大家好，小时候我妈应该就是帮我弄重发型，对，所以就是我笑得很自然，就是有回到小时候的感觉。对对对。蛮好玩的，第一次体验嘛，有美女配合，还可以一直骂她。我觉得这才是重点。前面演爆我的戏都没有很开心，就只有骂我的戏她非常开心。对，就是骂人的时候特别有感觉。好坏，整体来说蛮好玩的啦。而且我觉得她以第一次来说的话拍，我觉得表现得很好。这个一直捧我的话，我会太得意。好，那其实我觉得、没有，她开玩笑。就算你嘴巴不说，但你老是在做，你就是要厌倦我每天浓妆艳。